这两台电脑哎，隔壁的厕所干净哎，不错哎，比我想象中的网咖还要厉害。二床，它这边还有迷你包，完全不是怕你饿到。早餐了，品质很高，比它的价格还行。今天来开箱一个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想要来的地方。枕头超酷的，隔壁的厕所干净哎，不错哎，比我想象中的网咖还要厉害。二床，哦，你要玩什么？战号？你是不会玩战号？哎，不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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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打打打打！啊，头上老师，上次没写，上次没写，没事。玩狼兔游戏，我已经买好宵夜，准备要回来开炫了。你看这宵夜，你要开胖好点吗？对啊，对啊。早餐了，青粥芝士的烤沙拉，嗯，还有牛奶。你觉得他早餐好吃吗？CP 值很高，比它的价格还行。怎么越南有迪士尼？带大家来富国岛，号称越南迪士尼的 Mil Wonders。不过就是有在想，很大，有分海陆和水族馆。这只海龟就是水族馆本人，超美又超大。其实水族馆里面的生物都大同小异啦，但是这个是什么意思你不晓得。鲨鱼区有一个海底餐厅，香到不行，有没有可能是很毛啊？因为这个看起来就很好吃啊。下午2点有一场鲈鱼秀，我觉得还好，你们可以自己斟酌。后面其实也有蛮多好玩的设施，像这个强力的脱水洗衣机，喜欢的这龙卷风下来一定会腿软哦。你们一定要去搭摩天轮，它可以看到整个乐园、度假村、夕阳跟大海。晚上水舞秀，想回家也一定要留下来看。这个故事走的不是水随便给你甩两下，视觉跟听觉都很享受，我觉得很用心，蛮推荐的。